女星们除了晒自拍，现在也流行晒剧本。孙俪当时晒剧本上点密密麻麻的标签，网友怒赞她拍戏敬业。不过除了孙俪，还有刘亦菲看剧本的照片。刘亦菲专注地拿着一个本子记着剧本上的内容，剧本上也是用批注笔画的密密麻麻的。说到看剧本，不得不提的就是赵丽颖了。在花千骨里演技爆棚，她也多次说为了演好这个戏都是全身心的投入。比如这一张和霍建华直接带妆看剧本的照片，绝对美翻了。这样忘情的投入，难怪能演得这么好。大家说周星驰的票房高，赚了很多钱，那就先来看看星爷拍戏过程中的剧本强棒。但是这些都不是今天的重点，今天我们要说的是 Angelina Bobby 的剧本。在拍摄孤芳不自赏时，节目组的花絮里， Angelina Bobby 看剧本的照片是这样的。很多网友说为什么这么干净啊，像新的一样，这我就不同意了，就不能允许 Angelina Bobby 用坏了一本再换本新的。